今天我们终于要回香港了。在台湾的最后一晚，我们住的是中山区的这家酒店。跨年夜，台北真的是一房难求。这也是我们本次台湾行住的最贵的酒店，提前一个月订的，人民币3000块一晚，是个小复式。我们住三楼，没有电梯，拿五个箱子真是够呛。11:45的飞机，8:50打车去机场。台湾我们走了，轻轻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，轻轻的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颗茶叶蛋。这一次全程无购物环节，我在机场的特产店买了3盒凤梨酥。好巧不巧，登机口旁边就是一个 Hello Kitty 的店铺，妹妹根本走不动了。我看款式不错，干脆把身上所有的台币在这里花完得了。两个哥哥一人买了一个玩具，这个书包写了妹妹的名字，700多人民币，刚好上小学可以用。我听到这个双肩包在喊我，以女儿之名满足一下老夫的少女心吧。大人想一下，给妈妈买个什么礼物？我要买这个给妈妈。啊，这个吧，这太小了，这个是什么？这太小了。别的颜色。最后给婆婆买了这个肩枕，给两个姐姐一人买了个包，买到一个钢镚都不剩了。回去了，妹妹有点累，天气好干呐、啊。最近喜欢用毛戈平的护手霜，这是沁香分润手霜工艺定制款，部分销售所得将用来帮助特殊人群。每一盒有3种香味，2种润度，我最喜欢这个松木味的，柔弱但是不黏腻，不会有那种被油糊了一层不能呼吸的感觉。妹妹睡了一觉就到香港了，明天就上学了。这一次台湾玩得满意吗？老爱了，非常之满意，不是说了吗？哇，这么好。Hello. 来，Hello. 我叫依依啊，我叫客服啊。Hello. 哇，你瘦了好多啊！太忙，完全没感觉。啊，皮皮裤子放太好了。我买了这个好，他们说在网上只要9.9块。是啊，在那边买30块一对。嗯 ，Baby， it's time for you to share your gifts for Auntie and 姐姐。Hot and cold. I don't know, baby. Oh. Yeah, I have a surprise for you. Mommy buy that one. Which one for 姐姐 ？Which one for Auntie？ Did you decide？Huh? Yes. She said, I borrow that one. She also like. This is Auntie. Auntie, this is special. Wow. Auntie,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Bye. Bye.Hello Kitty 啊！哦，喂，咁细个又整又整，整又又整，我嚟先吓。坐飞机睇电视，睇电视啊！哇，咁好啊，我睇先。咁啊，慢慢要。姐姐 show to you, baby, you see, it's pretty.哇，哎，你是送给姐姐的，你现在就借走了，你先等用姐姐，等姐姐用几天你再借啊，对不对？你不爱你呀，我买一套你塞，你 money。
English is for your makeup. Makeup? Yeah.喂，你睇下啦，你中意买咩？迪亚达玛卖俾你。今年嘅钱。咁我今年都做。好贵。出吧。都别玩呢个。你又唔系氹嘅。咩？两蚊半都贵。哇，真系。快点。我问你第六号点噶嘛？